Battle of Not 是一款情节丰富的互动式剧情游戏，剧情讲述 Andrew、Martin 和 Anna 三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原为情侣档的 Andrew 和 Anna 因为好友 Martin 的加入，使得三人间的情谊开始紧张了起来。玩家将能够分别从三位角色各自的角度来探索剧情的发展，其中将穿插许多小游戏来描述故事经过，像是 QTE 的全集、节奏游戏或是文字对话等等。顺利完成后，剧情才会向前推进。究竟三人的关系会如何发展？每个人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就留给你来体验喽。